从皮头乡斗院路进入二林镇，一定会看到北边有一座20多公尺高的烟囱，这是60年前居民为了要盖教会需要砖块而设立的砖窑厂。后来厂房拆除，看到这醒目的地标烟囱，就表示斗院休闲农业区到了。不晓得该到哪里找好吃好玩的吗？别担心，先到二林镇台湾酒窖游客服务中心逛逛吧。这里不只有提供旅游资讯，还有各式葡萄酒的品尝、 DIY 体验区以及品酒吧台。另外像是荞麦、红薏仁等当地农特产也都有销售。而在酒窖的周边种了许多特殊的原生植物，民众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认识一下自然生态哦。在全国酒庄密度最高的二林，自然不能不介绍当地的酒庄业者。在台湾酒窖的附近有18家合法酒庄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其中有着栽种了60种品种以上的葡萄博物馆，还有彰化县建县280周年纪念酒城制商。想要了解就来一趟游客服务中心吧。出门旅游，自然要拜访当地的古迹建筑。位于西平里中正路的仁和宫，是南彰化唯一的3级古迹。相传初建于乾隆初年，庙内保存着嘉庆20年之对联及重修之石壁二方，是非常富有历史参考价值的古物。品完红酒，看完古迹，想必也饿了吧？在二林街上不得不尝的在地小吃，像是宫口冰店、赤牛面、秋子面、炒面糊、江江家、鸭肉条冬粉、空肉饭、烧饼等正点美食，说的都饿了，帮你吃好又满意哦。
饱饭足后，不妨到旁边的绿色隧道走走。在道路两旁的木麻黄树是昔日海口防风林的典型景观，在日据时代在这里偷捡木材可是会被打屁股的哦。另外两旁的台湾栾树隧道，无论是十月的开花期或是平常的尾气候，都可以享受分多金的洗礼。绿色隧道就是伫咱迄个彰化县伊个南边，啊，咱二林镇一年多的竹林化季，对十月一号开始开锣啊，所以每一个拜六礼拜，拢有足济活动哦，欣赏咱在地二林的文化啊，农产品特色以外，哦，这个所在嘛，足好一个景点。你若来二林，除了看这竹林化季以外，嘛会使来这个二林绿色隧道两边欣赏咱台湾的栾树。要是走累了，这里有一家爱园民宿，提供日式的榻榻米，让民众享受禅室般的宁静，还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玻璃屋，让您体验不一样的生活。当然，习惯住旅馆的朋友也可以到春城四季休闲旅馆，他们以环保绿建筑为设计理念，打造专属都会人的精致空间，是旅游和商务洽公住宿的好选择。不能不介绍给大家知道的二林双节鹿世界以及永丰果园，不只能够和鹿近距离接触，还可以去采水果，满满的回忆就这样让你带回去。十二月一定要来香田里拍荞麦花田，每年开花在十二月初到十二月中旬，是新人拍婚纱、学生拍艺术照的超优选择。路旁的美人树在十月开始开花，诗情画意不在眼下。拍照之余，还可以到百大特色小学香田国小玩玩手打水车、踩高跷，体验一下童年的回忆吧。
在地的美食，在地的风情，走进二林，让你沉浸在浓浓的酒香与荞麦香，徜徉在花海与树海之间。无论是家人朋友一起出游，都可以找到最朴实难忘的感动哦。